过去那头型呢？你得支棱起来呀。我也常常问自己，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演一真一笔，好像一生都为人民币。到我这个年纪，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大道理，也不要和我谈理想啊，占据才是硬道理。转眼半生已过去，默默口袋是所剩无几，不是不努力，总是缺少发财的运气。眼看要上年纪，我这心里其实越来越着急，只恨自己没拿个命啊，挣不到钱没出息。心里其实越来越着急，只恨自己。